我们是这次东恩公司来接我们那个在外滞留的员工和返汉进行我们的复工复产的一个工作计划。很高兴的心态吧，然后我们同事分别了50多天了吧，又能一起战斗了。目前的话，应该是马上就要到站了。不要慌，不要慌。 老家是哪里？襄阳啊，在十堰，湖北十堰。但是又能继续工作，然后返回武汉了，继续在这个城市，很好。在家里待了58天，也是非常焦虑的，因为我对象在这边，所以说当初也想着迫不及待就想往回返嘛。 两个座位只能坐一个人。此刻我们的心情很激动，因为我们公司，自疫情开始一直停产到现在，已经有时间太长。我们现在在东公司以及本田公司的大力的帮助下，我们现在有很多员工陆陆续续都返回了，也就看到了我们公司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辉煌的时期。